舒服的嘞。每天呢，他一瓶有4-5斤的呢，他可以一天偷3瓶，我偷10几斤呢。老金夫妇一辈子在山里讨生活，靠着300亩竹林把3个儿子拉扯长大。老两口都已70多岁，繁重的农事已经让他们力不从心。啊，酒饭不吃了。太老了，天气不能吃不了。今天你要忙了，就我们不要走了。没见有个娃爷，你跟我们拍个照。孩子们都很孝顺，给的赡养费足够老两口安度晚年，但是两人就是闲不住。那在家里玩也没有什么意思，我也打不来麻将，也打不来破牌。哎，那到山可以去一天就有1-2块钱，不提钱也有1-2块钱。老金不听孩子们劝阻，倔强的勤劳果然给自己带来了麻烦。你插的水门那个的，等于杀，明年给杀跳不那个，要杀你，这杀你掉，他咋不搬出来住？他们给进攻啊，不杀你掉，你的小手不要闷死去个根，那他干么？那边工资喽。中暑后，老金身体乏力，没了体力，山里很多活都耽搁下来。给磕到山上撇得来归，没给肚脐拉开来，他把水都上去。你呢？随便上课都不归去搞标志这个嘞啊！谁是大哥？谁翻的你都是标的。男人的人生都由女人来引导的，多数男人在妻子的训导下，都会像个长不大的孩子。一袋袋子装啊，是这个，一个袋子装的。扛出去，那再走来到温家，哎，温毛凤家，再都来到来到，哎，再都扛起回，人家就中午回家说。就像老金不爱吃猪蹄，张志勤偏要买猪蹄。老金劳累过度，身体虚弱，需要好好补补。不管他爱不爱吃，张志勤要用猪蹄做药引，做一道当地独特的滋补药膳。村边的山坡上，草木丛生，是张志勤的百草园。啊，找到一样了。这是哪叶？毛凤叶的。问起老啊，喷香是这种。张志勤要制作的药膳，由10几味不同的草药与猪蹄一锅炖煮而成，因功效不同，在种类和剂量上有差异。在当地统称为毛峰药。张志勤从小跟着母亲采药，各种草药都很熟悉。今天采的草药主要以滋补祛湿为主。那他的那个树上该有用啊。啊，这种叫三个风啊。那个是毛峰药呢，三个风啊，吃了可风湿了，可鬼尖烧啊，什么都可以吃的这个东西。难找的嘞，一般的草药难找的嘞。这个叫滋补莲母，那个大便拉不出来啊，什么这个吃了好的嘞。这奶奶的话，那个中药吃了好的嘞，吃了羊血啊，可风湿啊样式的嘞。这个草叫我晓得，吃了羊血的嘞，生血我晓得。采集回来的草药经过晾晒，剁成小段。
清洗后放入煮锅，猪蹄无需切断，直接入锅。做了羊舌的扣风菜，去年做了，去年杀了一个四五年的毛鸡，放下去一煮，母鸡哎，那我吃了，我今年身体很好哎。那个的，你想起这个东西，俺那弄的，想起来，想起看过了。你看俺那弄的，俺那喂猫后年吃了，吃了好的嘞，已经吃了营养高的嘞，回南安的，一下子安去了。竹炭的火力温和而稳定，在六个小时的漫长微煮中，肉与草的营养成分争相释放，又相互融合，馥郁的清香随着水汽四溢，汤汁也逐渐浓稠，猪蹄进入了大量药性，颜色变成暗红色。毛峰药虽然看相不佳，却是民间流传千年、屡试不爽的滋补药膳。喝前放入红糖和米酒，口感极佳。这个猪蹄是吃了营养高，再光东西哈到这个地方来了，想来了。老头子不吃猪蹄，猪蹄那他不吃，吃高血压吃不掉。我能吃，我能吃，他不能吃。老金就是闲不住的人，身体舒畅一些，他又下田干活了。张志勤也没闲着，他在给老伴做饭敷锅。鲜米煮到八成熟，起锅沥干水分，锅中放油防止粘锅，把生饭重新倒入锅中翻炒，反复碾压，这需要半颠着脚，腰间发力，沉力传导至锅铲，一点点地碾压米饭，这是极其耗费体力的工序。张志勤手法娴熟，但毕竟年岁已高，搞定这锅饭团他花了一个小时。老伴儿想吃饭敷锅，他又怎会吝啬气力呢？饭敷锅是上饶历下的传统小吃，配菜十分丰富。历下正是乡间农忙时节，当地百姓会在这一时节做上一大锅的饭敷锅，早中晚三餐把饭敷锅当成主食，营养丰富，冷热宜食的饭敷锅为农人补充了体力，也为农忙节省了时间。毛头的，但是脱了一波，人家不脱。村里的小庙这几天扩建厨房，全村的老弟都自发来帮忙了。老金缺席两天，身体一康复，也赶着来义务帮工。在农人的观念里，怀着敬畏之心，做着力所能及的善，便能得到神灵的庇佑，换来来年的丰收和顺遂。就像土地和农人的约定，只要辛勤耕耘，就一定会岁人年丰，攘攘满家。